这一题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四角形 ABC 柱里面中间有一点 B， 然后这个 B 跟四个角各有一段连线，然后我们要求 AB 的平方是多少。首先我们根据毕氏定理可以得到两股的平方和会等于斜边的平方，所以我们可以拿这个来当，我们假设这段叫做 A， 这段是 B， 这段 C， 这段 D 的话 ，AB 的平方会等于 A 的平方加上 C 的平方，然后 CP 的平方会等于 B 的平方加上 D 的平方，然后在这边 BP 的平方会等于 A 的平方加上 猪 的平方，然后 猪P 的平方会等于 B 的平方加上 C 的平方，所以这两条式子由 ABC 猪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AP 的平方加上 CP 的平方会等于 B 猪的平方，BP 的平方加上 2P 的平方，所以我们会我们用这个式子来进入第二步骤。AP 的平方加上 CP 的平方会等于 BP 的平方加上 2P 的平方，然后我们在题目里面给我们的 CP 这段等于 X，BP 会等于 3X， 然后 2P 会等于 2X， 再进去之后是 AB 的平方会等于 CP 是 X 的平方，然后在 BP 的平方是 3X 的平方，然后在猪P 是 2X 的平方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P 的平方会等于，我们可以求出 AP 的平方会等于 12X 平方。鼓掌，非常好，好，谢谢哦。没有。好，我们找一个人上来。这个那个签不公平的话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找。好，开始哦。28。你不用写，就直接讲。谁左边开始？动作快，大家说。请啊，绝对安静，你讲话待会就直接跳到你。刚才微博讲过那个这个毕氏定理，那个他讲完了。他已经总结出这个 AP 平方加上 CP 平方会等于 BP 平方加上 CP 平方，然后接着这里是因为他有给我们比这一题，他有给我们比例，这是一比二比三，所以我们就设这里是 x， 这是 2x， 这是 3x， 然后接着就把它带进去这一行里面，就可以求出，就是这样，再加上繁琐的那个算式，然后就等于。繁琐算式。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很瞎哦。来下一个。推你。20。动作快，四分多钟，那个录影四分多钟了。
边等下一个，来再来，还是要讲啊，来，四号。来，待会我们由玄智来辅导用火旗用。来，这里四字没错啊。是。OK， 好，开始。你可以下一下，没关系。要讲哪一题？在昨天那一题。艾森不会都讲完。来，第一个先证明那个平方是相等的，所以你要先做什么线？过 P 做什么线？前实线跟水平线从这里开始，好。哦，所以已经画了。对。然后，所以有人可以知道，这个算是对的。没有。继续。没关系，我还要等你十分钟，你慢慢慢慢哈。七号换你接的。好用对。好，确认。就是有水，那就是 a 到 p 这条线距离，就是把 a 跟 z 的平方加起来，会等于它的平方。然后，如果是 c 到 b 啊，就是 d 跟 b 跟猪啊的平方相加。然后 B 跟 P 还有猪跟 P 也是啊，讲清楚 ，A 品加 P 加猪品，对，然后继续啊。然后 A B 的平方加 C B 的平方就会等于 B P 的平方加猪 P 的平方，然后把 S 跟二 S 再次带进去。对 ，S 这边。然后这里是3x，这里是2x的平方，所以算出来之后 ，AP 的平方会等于12x。好，鼓掌，没办。好，来，我们等由齐耀的想法来引导学士们。太难了。如果你的，我们就画这个线，所以就知道 A P 的平方是 A 的平方加 C 的平方。好，再 C P。然后 C P 也是一样的，就得到什么平方？就知道是就得到 B 的平方加猪的平方。再来 B P 的平方，对。然后 B P 的平方就是 A 的平方加猪的平方。好，再来猪 P 的平方就是 B 的平方加 C 的平方，所以说 A P 的平方加 B C 的平方就等于 B P 的平方加猪 P 的平方。那我们把 S 二 S 三 S 带进去，然后把 X 带进去之后，就知道什么？就知道什么？B 的平方就是 3x 的平方，然后 2p 的平方就是。人家坐船哦，摇来摇去。Jerry。然后之后这样子算一算就会变成。算一算。好，鼓掌，然后结束。好，所以上来，吴仁宏，你很帅哦。我会把你那一个很瞎的，我会把它剪辑出来。剪辑出来。你不要以为躲在影片里面，我会剪，我可以下几分之秒，这很瞎，知道吗？好 ，OK。哑。不是啊。哦。